各位，七点了，这里是弗雷克斯。那今天要玩的是 One Shot， 这款有点久了。只是之前想玩的时候，我朋友建议我说，你可以开实况玩会比较好。然后当时我还没有打算开实况的想法。那既然最近开始实况了，然后正红的 Delta Run 第二章也玩完了，那该是来时候补坑了。今天来实况一下这款 One Shot， 还是你想要来一发 Big Shot？ 都不错。Do you want a Big Shot？ Okay, let's go Big Shot。Dedicate to our beloved friend Felix, the judge. Around millions, we miss you. 谨敬我们的挚爱朋友 Felix。啊，有中文字头，大家你我都不用听或读的那么痛苦了。翻译很痛苦的。虽然说简中，但总比没有好，对吧？应该不是机翻吧？激发很痛苦的。OK， 控制 方式跟 Delta Run 是一样的，应该说 Delta Run 跟它是一样的。移动道具 AS， 游戏相关，通过探索并与环境和人物互动，你会获得各种物品。拾起物品后，你就可以从道具栏中选择它。选中的物品可以和道具栏其他物品进行合成，或者在特定的地方使用，帮助你推进游戏进程。我真的不太习惯中国的用词，可是没办法。读得懂的话就还是没办法把它转译成繁体的用法。哇！窗口模式。OK， 喵，大猫咪。有人吗？好暗哦。四窗花的确是有点小。现在你不能快速移动。OK， 取消移动，快速移动，不能跑步的意思。什么炫耀密码？而且颜色很 Google。布满灰尘的书，太暗的看不清楚。这里有个电视遥控器 ，Nico。这游戏该不会有那个什么，会突然会移动视窗的，跟那个节奏声一样嘛？如果是的话，那我等一下需要一点时间去准备一下。这就是 Nico 醒来的地方，看来是厕所。枯萎的植物，僵硬很看到，一个树枝突然折断了。第二队都要做什么？亚美罗 ，Nico。要多脏，爱爱很暗暗，便桶里没有水了。Nico， 这看起来像是柜子，它对是破洞，应该是破洞，门锁着。不能攻击吗？电视遥控器，我一开始的卡关了吧？快速移动，菜单道具设定，
这些都一样的。看起来没有什么使用物品的方法。太长太卡关了，要怎么办呢？我手上跟树枝，我可以拿来戳什么吗？戳戳戳戳。戳自己眼睛，戳戳，打捞一下，怎么我连上厕所都不行？戳戳，哎呦，没事，哇，也不能掉进洞里面，也不能出去，开场即卡关，这是什么游戏？遥控器可以对着什么使用吗？要怎么使用？哦，在微弱的灯光下，妮可可以看到遥控器的表面。6089不见了。我看看，红六蓝零，黄八，绿九，红六。蓝零黄八绿九，蓝九。哎，我记错了吗？再一次。哇！红六，红六黄八蓝绿九，红六黄八绿九，绿九，笑死。六蓝黄八绿九，绿九笑死。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没有水可是你有电，太好了。你终于来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You got me. Why？ 已经太迟了，这个世界已经没剩下多少了。你到我看面，我看就明白了。现在是数码宝贝吗？这个地方好像不值得被拯救。即使是这样，你还想试一试吗？那么记住这一点，你的行动会影响 Nicole。 我来看刚进来这个世界就要毁灭了，是不是？你的任务是帮助 Nicole 离开，而且最重要的是 Nicole Nicole 你，你只有一次机会，哭啊！而且他怎么知道哦我的名字？这应该是 Steam 名称还是我的使用者名称吧？对，我的使用者名称，这是必须用视窗截取。好，那我等我一下，我要整理一下我的桌面，因为我的桌面非常的会害我被变态。等我一下，我不能让我被变态 ，you know。没错，他会跳出一个你们看不到的图片，所以等我一下。虽然说直接截取不对，这样好像也不太行。反正等我一下，给我个两三分钟，让我选一张够香而不被编台的图。要选什么好呢？哎，我记得我好像有自己有 Nicole 的图吗？不对，用那个图怪怪的。我的桌布现在很多图在跑，然后任何的图都有点危险，一下安全一下危险，所以我不能随便乱截取图片，截取桌面，不然不小心我就不用开台了，好可怕啊！要不然就放小羊的图片好了，我找一下 Undertale， 不要，我不想用 Big Shot 当图片，那个东西太恶心了，我不想用那种东西，不要，绝对不要。惨了，为什么我没有可以放的安全图片？我的图片都超危险的，好啦，那就这张好了。然后我要改一下显示的画面。
想想看，display capture 应该是 display capture entire computer monitor。可是他有办法剪吗？又没有办法只剪中间的东西。有办法剪裁吗？我记得应该有办法剪裁的，找一下。剪裁 properties 不是这一个，之前的 OBS 有剪裁功能呢、啊，那这边的剪裁功能跑哪去了的？Grayscale, Spatial, Jumpy, Flashback, Invert, Active, Winter Green, Heat Map, Cell Shade 不是这边。Transform, Fill。Group, create source projector, remove。我记得原本可以改，就是可以修剪画面内容的啊，可是现在用这个找不到那个功能，怎么办呢？怎么办呢？Create output projector, create。Copy, select out, transform, edit, transform。啊，我找到了，找到了。Position, no. Crap，我找到解了。哇，500砍太多了。400，我看看600，啊不对，600全砍了，哭啊！300，然后这两边要500，这样吗？好，再多一点，600，老鼠。哦，还有左右650，620。290，稍微宽一点。至少比没有截取到画面的好。OK，那这个关掉，这个让它大一点。老鼠，OK，这样看起来应该好了。等，好，那个提示视窗在这里，你只有一次机会，弗利克斯。没错，我的 Windows 使用者名称是弗利克斯，他知道我的名字，哇！你只能射一发弗利克斯。你可听到门开的声音？你终于可以出来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吧，希望它不会像那个节奏声一样，会跑来跑去，那我就更难截图了，我一直都是佛勒，你好，老鼠，有人吗？所以我们是跟 Undertale 和 Deltarune 一样，我们是扮演我们自己，而不是尼克尼。电视冒了火花，看起来很危险，我想用棍子戳戳他。没有用过的柴火。可能可以点着。你说你会怕那种 jump scare 吗？可以点着。老鼠，我想要 big shot。我的 big shot 呢？big shot，big shot，这个好了，big shot，big shot。
你要 one shot 还是要 big shot？ 水龙头打不开，没有水，人家口渴。有一瓶酒，可以喝酒喽 ，Nico。这个画面的确有点2050吧？哇！把酒塞进去，不行，丢进电视里面，让它着火。该不要我钻木取火吧？哎，火不小心合成了耶！钻木取火，不行，插进电视里面，然后烧起来，没错，然后我们可以让它啊，小开。亮亮的小东西，一小块金属物品砍进了地面的缝隙里，挖了出来。那尼克嘞，地下室的钥匙，所以我还有9瓶可以打人，那些不能合成。我可以把瓶子插进去吗？不行。为什么火是蓝色的？只能说有光就有光，因为这边有个门。Open， 哦，好暗哦。我不会第一次玩就死掉了吧？我只有一发哎。到地下室，然后直接被人杀掉。我要打完了吗？我打小丑还是 Big Shot？他到底叫什么？我到现在都忘记他本名叫什么，好像 Spamton 还是什么，管他的就叫 Big Shot。Hadouken， 不对，是这个，因为 Nico 是带电属性啦、啊、摸到电灯泡就会发亮的呢。雷属性的 Nico。Eat， 有没有食物？它不会打开的，你怎么会知道？哦，镜子没有反光，偷懒。我该是要把这个电灯泡塞进去吧？一个大灯泡，那是太阳。把灯泡塞进去，真的耶！传说有光啊！我突然被传送到了奇怪的地方，这些看起来像伺服器，没错。给剩下的计算机怎么办？感觉还是有点机翻的，不过算了。破掉地板，出到外面了。看起来是一座高塔，它高耸入云，传送。哦，快速移动是指这种传送啊。室内无法传送，使用 TP， 这感觉是个机器人。所以我身上的道具不要，我才不要完成一个。大熟头，到处都是机器人，这像是一个梯子。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轨道，车，好漂亮哦，看起来像银河。熟头，哦，这边怎么了？怎么刚刚那边突然变暗了？哦，应该是读取区域吧。躲到别的区域了啊！那个电灯泡，你在这里？什么 ？Nico 是个电灯泡？
我是电灯泡。是的，你是个电灯泡。打扰到人家约会了，欢迎来到我们世界的朋友。我打自己衷心的敬意，太棒了。Thank you。对不起，我迷路了。我来说明一下，你是怎么到这的？我不知道。奇怪的房子中心，真爱。所以你这一个不知道的黑暗环境中醒来，跟我的预言一样，太棒了。什么？现在就是救世主了吗？在黑暗中的房间醒来，然后捡到电灯泡，现在就变成了救世主，永远的黑暗。所以这里又是另一个黑暗泉源喽。然后我们是那个 Lightner， 我们是光明者，我们又来摧毁一个黑暗泉源了吗？一个重要情报，问我任何事。请问你的三维是多少？三维，我想回家。这个世界是什么地方？周围太暗了，并不是一直都这么暗，也没那么破。时间不等人。三洲地区，我要统治这个三洲地区。亚嘴兽泰瑞所在边缘地区 ，Barrens， 远处那座塔是以前太阳所在的地方。往中心走，就会穿过其他区域。某个驿站应该会有地图啊。关于这个电灯泡，有吗？我们苏醒房间没有地图，翻译错误吗？所以就是跟那个某个很老的片段一样，我们要上太阳去，然后对太阳丢核弹，让太阳重新烧起来。不然就没有光了，仿佛命悬一线。荧光体的元素，好。要把太阳重新放回塔里。朝圣之旅，太阳非常脆弱，打碎了太阳就没了。电脑不断不停的说了什么，你在这的行动会影响你，靠你，靠你。可是我就是他妈你夸。为什么他们会知道我的名字？我好害怕。被 Nico 这样叫有点害羞啊，那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我开始喜欢你的大眼仔。Hello, it's me, Mario. Really?Okay. Hello. Are you there? 他会一直看着你，看着你。星战猫寒，这不是我名字，我的使用者名称错了。Yes, it's me. Oh. Hello. Nico, Nico, ni.他们，三月龟，三月龟，我不知道怎么来的，所以妮可还是个小孩子。Oh no！ 所以这不是个 AI， 只是被设计好的而已。Good luck. When the light is starting low and the shining in the snow， 用机器人代替我们总工程师似乎也不合常规，就是去年负责事情的工程师。我认为他们必须要让他远离制作人士，但这对于我们在这工作的人来说难以接受。我希望他自己知道自己做什么。You want open? Nice, but no energy.自从点电池，完全自己日光下在镜面朝上，电池不能充电。
机器人不会伤害人类，除非他们不是人，或者是你把他们定义为人类的时候。怎么这三定律啊？又是一样的三定律。没关系，机器总会找到出路的。OK， 这地图可以带走吗？所以我们在最外层，我们要向里面走，那还蛮好记的。我可以用酒瓶把它敲开吗？欧啦！不行，不能欧啦！可以吃了一包。荧光虾产卵期发号最发现最稀有的蓝色荧光体，如果把池塘冒出表面，请立即联系管理人员。光的小虾可以活这么久，里面有电，充满决心的机器可以提取你的决心。这游戏谜题好多，刚开始谜题就这么多了。巴蘭花漠有没有人？我不知道。美食解释了，快上车！我知道了，我就上车吧。预言什么？代预言什么？另一片土地的救世主。世界照亮！天哪，不是我的预言！哎呀，这突然就这么的城市有点累啊。塔罗不允许回答，哭啊！什么都推给我就好啊！是不是要我从上网找攻略啊？只欠我找攻略啊！啊，不是说不能闲逛，你现在又可以走，是不是？啊！好多机器人啊，看起来并不充满着元气，他们有能量啊。那机器人应该都一样，压制金属。不能不能拿。什么东西？我可以把灯泡放进去，然后就 game over 了吗？啊，那个脸好可爱。所以我手上的空瓶子能干什么呢？知道，继续逛。传送，到这个传送。OK。一只星星鲨。虾虾，回转轨道，奇怪的路线，有毒气体，请严格。这里有毒吗？所以这也是有毒的地方，我不要死了吗？那是一根柱子，我有什么通道？
哇，地图也太大了吧！这里是哪里？瞭望点。哎，这个灯泡有人类耶！你就是那个救世主？别人这么说的。你想要更高大，是不是要我变八头身啊？这是有八头身的 Nico 的图啊。猫，你对猫咪有意见是不是？啊哼，啊哼，我是人类。哦，是哦，我会软掉。猫，猫是摇着走路的。哎。开的还不多，其实我们才刚到，那里还是塔罗。我想应该把灯泡，太阳放在那里，对吧？是的，最顶上。玉涛，在你完成使命后送你回家，还真方便啊！每个 RPG 就这么解释，也许。划船机器人想起来，没人去过。剑，这段有点像酷乐猫的异世界之旅。知道这个的人都太老了。鉴别他，突破他。What is this?我在摸敲怎样？这没有 silver 这样，那不重要。所以这是 silver 的备用电池。哦，这有个东西，所以东西就是像在一点拿的，而不是有那种隐藏的东西可以拿。螺丝刀，我有很多螺丝刀，所以我现在可以用它来捅人的吗？我可以用来捅你的吗？可以用它来捅你吗？欧啦！机器人没有能力玩游戏，治愈是哪个意思？要打人吗？照相机，可能机器人身上不见，反正我是捡起来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到处拍照游戏吗？哎，我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啊，我只想要拍个照而已，他不能给我拍照。让我掉下去，我会怎样？我可以，所以他果然是机器人啊！我违反协定。地下矿，金属矿非银锭地质。他应该是在讲 silver 吧？所以我会掉下去吗？我会掉下去吗？不行。然后没有矿车不能进去，他也不给我直接走过去。啊，这里什么都没有啊！直接把我送回来这里。那如果我再抽走回去进矿坑怎样？他应该还是会违反安全协议吧？
这边被安全规则了，我抓到了小 bug。好吧，再去别的地方逛看看。啊，没得往上走，哇！这里是哪里呢？房屋。地图好大、啊，哇，害怕这种游戏。你好。哎，是我，对，我在这。怎样？是，怎样？有了吗？哎吼。这算是突破第四面墙的吗？哎呦，有人可以拿来戳戳的东西了。来啊，睡觉。可以，我可以偷看吗？哎，游戏关掉了。这个休息居然把游戏关掉了。啊，不是，幸好我桌面放得很安全。吓死我了，我以为它是正常的哭啊。好好好，哦，我再开，我再开。这是 Nico 的梦吗？他看起来几岁啊？看起来有15、16吧。这个漂亮的少女呢？我听说她是女的，可到底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没有啊，我干嘛不能怎样？叫我还在。这个是，我知道你醒了，我连梦都可以看到，真是个头盔狂。这并不是我的世界 ，This is not my world。加瓦鲁多，这是个秘密。哇，眼睛变好大哦 ！Nico 的眼睛变好大哦。哈哈，啊，不是，幸好我现在不是熬夜玩这游戏。有很多这种人，不好意思哦，我们的世界也有一堆啊。那睡一觉不就继续没了？还是他说我已经不困了？果然，所以我会跟戳戳棍，我看他去戳什么东西的。我记得刚好像是说，是工厂可以戳还是什么可以戳？所以，哦，我们现在绕地球走一圈的关系，是哦。我一直以为她是女的，所以应该是可能游戏中没有讲清楚是谁吧。这要防毒面罩的可以过来。那看来啊，我记得刚刚可以戳的地方在哪里啊？是在前哨吗？对，是这个，可以戳了。Poke。Oh no。好。好、哦，花了5个区域做一件事情。哎、欸，工厂是在旺点吗？是吗？不是。Hello， 小爱，晚安晚安。说错机器人。这里好乱哦，这里的地形超麻烦的。好、哦，啵啵。啊，看来这里也是有毒区域，不能进来。一呆一呆，至少还蛮方便的，我还不用输入我自己的名字，他就知道我是谁了。D
Do you know who I am? 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工厂，我记得是在这个方向。工厂，你在哪里？对，这是另一边呢。啊，工厂原来是在这里吗？我们可以来爬爬爬这根铁棍了。总之不要给我任何提示，只是不要给我任何提示，没关系。我也只能压啦，不然能怎样？好可怕，被压扁，好可怕！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被压扁？好可怕！喵，撬棍。反正不用跟我讲这款游戏可能会怎么样，因为。那都有可能是一种你玩这种剧情的游戏，然后你又有时间，很多时间去思考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就很容易去可以去猜到剧情的发展性。Open。小金属方块和碎玻璃，金属部件，太阳能电池，所以我们可以去船屋修那台。好，又走错地方了，哇！你有小地图游戏还是玩迷你的？应该说太容易探索的。不是吗？没电的电池。所以我们现在有电池了。缺电呢？矿坑吗？这边都一样。没时间解释了。啊，你们这边待了好几百万年了，真没时间解释。哎呀！我被电到了，怪我咯，啊，怪我啊！奇怪的成就解除了，啊，不就都怪我？没关系，让我们再被电一次，冒一盖，冒一盖。哦，我天哪！你哭啊！所以，哎呀，又走错边了。我记得矿坑里面没有东西，所以要去。哎，这也不是给机器人用的电池。嗯。哦，这边跟迷宫一样。
哪里需要一个不是给机器人用的电池？要不是电脑吧？是这个吧？闲置机器人。塞进去 ，open， 那我猜矿坑可以进去了，又被电到了，呵呵，没关系，你怕什么电？你就电属性的啊。哎呦，居然在洗澡，变态！不对，洗澡不会变态，反正哎，机器人都好了耶，我启动了，我应该有。所以机械都复活了，不要动，我活过来了，我活过来了 ，I'm alive， 你有朋友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矿坑了，啊，又走错了，哇！基本上地图上的其他机器人应该都醒过来了，吗？对耶，你站起来了。住在偏东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刚刚的椅子资讯。虽然我不觉得现在可以进矿场，去看一下。反安全协议，没错。啊，这边居然不能快速移动，我们一直在户外啊。这边机器人，嗯，然后这已经快到没办法再动的机器人。所以这个一方应该是指太阳嘛？如果不小心在哪里用坏，就弄。所以这个机器人应该被修好了。你启动了，是我修好的。那是像是被电到的声音。Nico 看起来像被电了。还好吗？我不能动了。对啊，我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帮你。来，让我帮你敲一敲。我按错了啦，混乱邪恶，混乱邪恶，我没有啊，混乱邪恶。哦，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真的。哎，我知道了。不可以装吗？我也可以装欸，装点小鱼小虾起来欸，不能装吗？可恶！已经不想睡了。我猜上面的虾区还是不能去，应该。这边真的地形有点让我有点混乱，太多奇怪的直线可以走了。然后走着走着，这边工厂，这里看新的地方，这边瞭望点。惨啊惨啊！我是路痴，我这边游戏，我记得上面应该是死。
给路痴一点地图吗？不过其实这边的地形好像也就这样了。什么？这块怪怪的。哦，这个雪来了。哇！这也是工厂。你好。你好。那看来工厂可以做些什么了。哎呀，不行吗？不能做什么？又快乐的卡关了，哦，电脑开了耶。是，我获得进展。为什么？密码来打开特定的盒子。密码并不存在这个世界，你是真的要我上网找攻略就对了。是啊，我知道啊。所以我必须在我的真实世界中寻找 One Shot 的密码。哦，可是我怕我一查就整个都。让我查查。密码就在文档中。啊？密码就在文档中，所以我要去开游戏的档案。天啊，这游戏烦呢！我还以为他问我知不知道，意思是指我的确要去别地方找之类的。结果他意思，人家说在文档中。等我一下。Anchorage, Bob Pepper, read me. 会吧，这是要怎么找？Social gameplay features. Some features, however, in him. 是这个吗？不是吧？啊，不对，这是 Steam 的 ID。反正现在是害我干什么？包含在文档，文档位于游戏外的某个位置。Regularness of what the internet told you. There's more to the story. Document man gets one shot. Look for the symbol. 所以我要进到我的文件里面，然后。
后这里有一个 one shot 的我的游戏 one shot 里面文件 my games one shot 没有啊，还是隐藏资料夹 shot 没有，并不是隐藏资料夹。Documents, my games, one shot. 没有啊，还是在别的资料夹。我很担心，我随便点一点会出现一些会让我被编台的东西。文件 ，my games， 我的游戏，可是里面并没有 one shot 这个资料夹。寻找这个图样的东西，虽然说刚刚这个图样是在游戏里面有找到，是这个吗？点看看。反应 ，one shot exe， this is not over， 看不是这个吗？还没有到这边。可是感觉不是这边，问题是我为什么没有出现那个奇怪的？密码包含在文档或游戏外的某个位置。从文档的指定区域，还好你知道。文档资料夹。哎，我不会被我自己的游戏莫名其妙卡关了吧？对啊 ，document my games， 他有说重启吗？我看一下，once it active， 哦，对，真的要重启游戏，哇，这个超说能保存你在这个世界的进度。所以我现在避免出错，我这个再开一次，然后再重新打开一次 Steam 的游戏。怎么了吗 ？Hello？ 哎，我能听到，怎样？哦哟，哦。哦，我觉得我的截取要再大一点了，不过，我就稍微再大一点，然后希望不会很麻烦。等我一下，我切一下，对，是这个。都在哪里 ？Transform， edit transform， 我稍微再把它扩大一点。我没想到它是这种突破第四面墙的游戏嘞。哦哟，发生什么事情了？突然漆黑一片，那个幸运草漆黑一片。是我刚刚开过不是吗？还是他是在那之后才会创一个东西在这里？没有啊 ，document my games 啊
Audio。好吧，让我找一下。啊，我的电脑怎么了？是这个资料夹 data。应该也不会在这里。文字是这个，动画语言桌布，对啊，看起来只有这个。可以直接在 document， 问题是两边都没有看到 one shot 啊。我再来搜寻一下 one shot， 有吗？有任何叫做 one shot 的资料？哎、欸，哎、欸，亲爱的什么？虽然巴拉巴拉，但恐怕我只能简短的说明情况。巴拉巴，我为你准备了一本日志，但是巴拉巴拉，读日志后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同时，我也为你准备了一幅面具。巴拉巴拉，在采石场东边寻找一个金属保险箱，它就在海洋与侦察哨之间。你所需要的代码727836。哎、欸，所以我已经找到了。采石场东边，寻找一个金属保险箱。结果这个文档在哪里啊？啊 ，user 里面啊，哭啊！居然放在这里哭啊！它被藏在下面这里。采石场东边，采石场，一个金属保险箱，海洋与侦察哨之间。对，我真的是一个不小心就被编台了。这里这附近有保险箱。海洋按侦察哨，应该不是指这里吧？不管，我什么都要敲看看。这是采石场，采石场的东边，寻找一个金属保险箱。这是在海洋，海洋是在上面，与侦察哨啊，这个之前说过，这里是侦察哨。还是这里才是东边的采石场。看来这边才是东边的采石场，对，采石场东边，寻找一个金属保险箱。这里只有这张奇怪的纸条，啊，是那个吧？Open。居然还可以随机生成东西，这游戏真可怕。
这么想露六九是不是 ？What's inside, Nicole？ 哦，有防毒面具可以走了。原来你是自然 Nicole。Nicole，Nicole，这个鸟好可爱哦，对不起啦。所以准备了一本日志读完之后你就要怎么做了，可是这是未知，是一种未知语，无法看。那看来我们可以往哦不有敌人吗？是 bug。Is that a bug? Yes. 那看我们可以往外面走了。哎，这我觉得是船屋吧，船屋的上方。哇，又变恐怖游戏了。怎么没有人画过防毒面具的 Nico 图片呢？还是只是我没看到过？那这边怎么还可以有虾虾？还是那些不是虾虾？下大大的防护罩动，所以这个里面应该是活着的。哎呦好黏哦，我知道有些人会喜欢很黏的液体，像是把番茄汤杂会装进奶瓶里。为什么要装进奶瓶啊？宝宝的身上，你为什么给宝宝喝番茄汤啊？因为你还没长大嘛，我们需要一个漏斗就对了。背景线，电光板。We're trying hard。所以有个气泡，我们需要一个漏斗来把它装进去。满满的死路和可以探索的地方，虽然说可以自由探索是很快乐的，但是有时候会有束手不知道怎么做的感觉。这是哪里嘞？宿舍。在外面有极限。你好，需要帮助吗？我很好，谢谢。你为什么不问一下路呢？不能解吗？这看起来有点像 Steven Universe 里面的居住的洞。啊，不能上去哦。好吧。所以这里是机械人们的宿舍，还有别的宿舍。是人类的宿舍。看起来都一样。这个宿舍的设计好像有点微妙。说到音效，我现在音效会很奇怪吗？医务所就在前面。你好，有机人，快来医务室。你很健康。所以我们有漏斗了。你好，人类。No。怎么居然不给我选？是啊，我们这边我也是啊。
哔哔叭叭，哔哔叭叭，我是电池，我不吃不同人的食物。啊，好可爱，圈粉圈粉，难怪有人把跟 Royalty 画在一起，两个个性蛮像的，只是比 Royalty 还要皮一点。哎，叽叽叭叭，机器人消耗电池的方式和人类吃食物不一样。其实机器人甚至没有消化系统，有的机器人甚至连嘴巴都没有。没有嘴巴的话，那要怎么帮人？哦，不是，干嘛？是啊，呵呵。你好，嗨，在那干嘛？我被配在这里一个人，是的。叽叽巴巴，叽叽巴巴，叽叽巴巴。很可能是一种电磁干扰。好酷啊！叽叽巴巴。机器人，电池，居民与保安，居民区保安。大台机器人 ，What you doing？ 原来他也认为我不是人类吗？哦，救世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吧，好吧，有点寂寞哎，现实机器人至少不能轻易这么做。主管是守护机器人。确定是翻译问题，还是因为我看不到那种治愈是哪种意思？哎，在同一个位置，是啊，怎么了？我有宿舍，我有宿舍，你说这个吗？水水，这些小虾子还真有活力啊！我也害怕梯子，所以刚才机器人不是拿去了，这里哇，呵呵，传送，防毒面具区，好大蓝色猫眼烟，他们的生锈速度似乎比其他人还要慢，天然气公主，天然气田。你好，旧的化学加工厂，请迁移。橡胶手套，但我需要。清洗剂在这环境中的重要性。蓝色荧光体的简单提防，清洗剂，酸性的气体跟蓝色荧光体。OK， 通风良好地方，立即密封。啊，撬棍的方便。
欧啦！哇，尼克力气还真大。把液体的荧光体注入容器，要一个密封的容器，然后注入进去，并尽快使用。对，的确有类似。我刚刚好像听到一样的声音，哭吧。守护的保护非常重要，反应产物的酸性位置稍低，还要穿越。啊，我也看不懂，别让眼神看我。这里，那么我需要去找个盖子还是什么的？瞎找。瞎瞎。这样应该可以刺破那个泡泡，提取那些东西吗？泡泡花花毛毛。为什么这个画面跟这个表情一点焦焦焦焦 play？ 再来一整桶，真恶心！能够需要把这个灌满吗？它已经满了，打下去会变焦焦吗？海绵应该可以把机器人打磨完毕。所以这罐水摇晃后要干嘛？船夫，你在哪里？我应该可以用这个打磨船夫。哦不，所以我需要我就需要摇的来住，要怎么摇？忍耐一下，然后插了进去。记得刚才说这些虾虾快死掉了。应该不会是来这边，这边也没人干什么、啊，危险。啊！直接进去，然后直接把那个机械变成胶胶。好，再看一下，我记得那个地方在旧工厂。第一个步骤，蓝色荧光体的简单替代配方，需要酸性气体和蓝色荧光体。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把空气导入进去，然后并立即密封。
然后把荧光体注入进去。那理论上，我要在要我要拿着栓对吧？要酸性气体跟蓝色荧光体，而且要稀有的。好，打入进去有了。那其实我是需要一个空瓶子，也不是啊。要摇晃。要怎么摇晃？摇晃。找到什么特定地方都可以装，明明这边到处都是酸性气体啊！空气吗？所以我要找到第二个罐子。还是我不该手贱装第二次。哦，对，这游戏从头到尾没有提供存档功能，这就是所谓的 one shot 吧。没有重来的，好，用嘴巴接。我刚是没看过这张纸条，有人跳下悬崖，所以是这个喽。可以射进太阳里面吗？大爆射，笑死！三叶草不就是刚刚外面那刚刚接的特殊任务？我想想还有什么地方没去过的？宿舍。要够高的地方，找一个可以踩脚的地方。
要我这么暴力就对了，直接打掉打断，够不到底，我抓不到接走，我抓不到接走，就没有那种断掉的排气孔。只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它对那边过不去，一上去就，尼克你太矮了，你真的太矮了，你真的太无情了，无情单杀，无情双杀，哭啊！他应该会跟断掉的管子或者是什么的，哦，还真的就在这边。魏瞎瞎灌入多一点的气体。就是说要用的时候摇一摇，晃一晃牛奶，再泡一泡牛奶。用力摇晃引起反应，尽快使用。然后应该就可以去打磨那个机器人了吧？试一下，船夫，你在哪里？在下面。啊，不是这样的吗？太快，少了一句。哇，一瓶酸性物质，然后就可以来打磨机械了。啊，我可以动了。爱你，你想去哪里？这真是糟透了，总工程师。是这个吧，这个是总工程师。好吧，什么问题？据说是又是三叶草，哎，这一卷有戏剧，琥珀，黑色的三叶草，还是怎样？说啊，快剧透我啊！啊，看要出现人性了，你说啊，而且我好像不知道这位叫什么。
破，打破它。他没有 GG 是要不能叫称为自己为女 GG 的。其实你知道怎么下棋吗？是的，不，我不会，我不会。来来来，我不会下，我先跟你讲。把他们下好了。啊，所以作为一个机器人生活是怎样的？对啊，哦，剩下是妮可下，如果是我下的话，我直接输的比较快。嗯，哎呀，好啦，有时候难以理解，我真的很难以理解你们在想什么。知道，你也知道，鸡巴人，哈哈，不要这样子直接卡关了。治愈，所以这是治愈系游戏嘛？大家都要求被治愈，小心哦，像被吃了。治愈并不容易。然后有你看那个谁，小圆，那个叫什么？算了，他们做治愈系是多么的厉害啊！哦。具体有多难？一个橡皮，我也说不好被治愈的机器人是怎样的，他们会变成那个坏掉的机器人，拥有自主能力。你已经被治愈了，看起来坏掉了呢。哦，这骑士是。你有去过其他地方吗？我们现在在最外面的墙中，玛利亚，玛利亚之墙嘛，忘记了。然后我没什么看剧了，我只记得好像有三道墙。你有听到没了？不是。就算有太阳也不行吗？哦，是衰败了。情况变得难以理解。Checkmate。Second chance， 不是叫 one shot 吗 ？OK。是 Shogo 八四，感谢追随啊，谢啦谢啦。我是该把追随的通知放在什么奇怪的地方比较好？啊，算了，那边没差。但是。Hello， 小狗，欢迎追随。但是 ，Checkmate， 啵啵 ，GG， 谢谢，希望你安全到家。我也谢谢。好吧，我们要推进度了。哦，你想起来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等等，真的成超载了，你还胖，全家都胖。你就这样把它丢进河里，你起码放在岸边吧。你才胖，全家都胖。啊，好可爱，而且那个机器人总觉得在哪里看过。是我的幻觉吗？好像别的游戏中也有长得这个样的机器人，还是只是我看过这张机器人的图，然后觉得很眼熟而已。我不知道。你到站了，这是 Glen， 谢谢。北边有个村子，谢谢，再见，啵啵。你要走了吗？是的。問題ない，大丈夫。哇，没被治愈。治愈是指人性吗？到底什么是治愈？你们要坏掉了吗？
身上。哇哦！到处都是荧光，没有光的世界，巴洛克。哇哇！那到另一边要这么麻烦？一堆树根，有人呢？你过来啊！你过来啊！很好，所以这还是有活着的。蟹壳，我也是虎纹鱼头，有的呢。嗯，没有咬钩，没有饵，你还在钓鱼。这些屋子都没有屋顶吗？鱼竿，你好。被吞噬的地方。Cooking fish。好诶，虫子好诶。好诶。这是一个房屋吗？房屋森林，阿鲁拉，阿鲁拉，你去哪了？阿鲁拉，东南方，阿鲁拉，得修，超爽的，捡到100块嘞！他比你更矮一点。Yes， 我的天啦，我的天啦！让我施礼，救世主好麻烦哦，你就不能直接到中间太阳去装灯泡就好了？蓝蓝的，长长的蓝头发，头层以上有个两片的废墟。废墟，为什么这些人都不会自我介绍说自己叫什么，都只会说别人的名字而已。啊，这一圈有个人，那个不是阿鲁拉吧？再去看看。虽然我直觉那个不会是，不然又不会那么简单吧？只要43天就在那边钓鱼，不可能。有点变态，全是鳝鱼，全是蛇。那个人认不出来蛇跟鳝鱼的分别是吧？嗯，又是一个机器人。我看到了，巨大机器人。巨大机器人，你有笔吗？嗯，没有，我没有笔，我可以用写写。哇，好吧，我本来想用写写的。我为什么要有笔的可以过去？你就不能看我手上的太阳吗？你好，人类。有水所以应该过不去，一堆香香，我也觉得应该是大房子，要么是艾克，你知道啊，大藤蔓。对，我们要去找那种魔女之家用来杀藤蔓的毒药水咯。又是一台电脑，干我的桌布！他居然改变了桌布，
看这游戏能力会不会太强一点？它居然改变了我的桌布，我好害怕。啊，不就幸好我有三个萤幕，不然要不然要怎么实况？啊，不就都你害的，你们游戏设计成这样，我要怎么前进？跟我讲，啊，这有点恐怖，我哭啊！欸，如果我全画面玩这游戏的话，你要怎么知道你桌面被改了？最方便的访问的地方就有你需要的信息。啊，我看到了，哭啊！居然强制改变我的桌布，哭啊！总之，这张图片我先把它……等我一下，尼古尼古尼。我看看，反正就是这张图片，就是这张图片。我先摆在旁边，这张图片可以帮我什么忙呢？所以这张图片找到能干嘛呢？让我看看吧，让我确认一下。不过我倒是不知道一个游戏居然有权限可以改你的桌布。一个圆形的，在这个游戏里面碰遇到电脑都要先被吓一下。感觉好像需要先解掉一些支线任务才可以解到比较好的结局，像。也许我可以跳过找他妹妹，然后直接过后面的任务，那我可能就会有什么不好的结局。痛苦的叹气声，原来机器人会叹气啊。所以这个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呢？机器人，你好，两个小孩坐在这附近。过不去了。这就是石块。看来我是需要在墙上找到这个图案。我猜。首先，先找有墙的地方，然后找到看起来类似的图案。猜的，哇，太阳真有力啊，太阳拳。又是你，那个走路咕咕咕的声音还蛮带感的，其实。哎，藤蔓，那些图案早些时候有吗？下毒死的、啊，然后又看不到整块区域。哦，你说这条路哦，好吧，我刚刚真的眼馋没看到。哎，不对啊，走过了吧？你说这条路吗？到一个奇怪的地方了，这是哪里？还是在室内？
哇，超大超大藤蔓。女士，你还好吗？不太好。什么？有点危险，附近太刺刺的。而这是一款讲求温情的游戏吗？又没办法存档。好啦，可以这样看好了。然后他等一下就坏掉了，露出大坏笑，然后把太阳弄破。已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所以有太阳留给他的时候，藤蔓就会消失的意思。然后太阳拿回来的话，藤蔓就暂时的长回来了。那个是他妹妹吗？有可能。总之，先去探索藤蔓区域。做得好，植物人，这看起来真的是满满的事，不是？有羊哎、欸，都是玻璃。哎呦，没有，身上什么？踩不上去的哟，踩不过去的哟，因为这边是用萤火虫，不像外面是用荧光虾。很饿是不是，尼克？尼克尼克尼。到别的地方啊，我可以直接传送回去了耶，可是手上没有太阳。好像不是这里。哎、欸，这里是哪里啊？哇！炖菜，煤炭。啊，都太多罐子了吧？我有强迫症呢，想全部打爆。燕麦罐子，食物，找到猫，猫只负责吃，他们才不会管他们吃到什么。所以 Nico， 你到底是不是猫？就跟那个 Morgana 一样，你到底是不是猫？还是其实你是 Morgana？手上没有太阳，你怎么知道我是救世主？这也不能进去吗？是啊，你
应该让这两个碰面一下。把王路甘娜跟尼克放在一起。What？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哇，害怕！你们这边煮什么？鱼头 ？A battle？ 又 battle？ 不能进去。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没有没有？没有金克拉怎么中庄稼？南边有一个半岛，更暗的台形上面。嗯，这是推箱子游戏。三小，为什么你要脱眼镜啊？哇，这只羊坏掉了。三小，为什么很多游戏做的都喜欢在游戏中放恶趣味？废墟。这也是刚刚出来的地方。我想回到刚刚的电脑那边。你还在找妹妹？醒醒吧，你没有。这一块是大门，没有笔，我的笔嘞，笔嘞 ，just 笔嘞，笔嘞，我记得还有另一个地方有藤蔓，不是这边对吧？中间那个点要怎么过去？哦，知道了。找到传说中的妹妹，他把我桌布改回来了，太自动了吧！哭啊！真的有点恐怖游戏的味道。阿鲁拉吗？知道我的名字？哇！那个，我突然忘记那个车厂叫什么了。啊，我老了，想要讲梗的时候都忘光了。哇，何韵怎么都知道？因为你上的是我妹。卡拉姆斯，卡拉姆酒。走，我们去吃卡拉姆酒。现在你怎么知道我是救世主？没有戴太阳啊！你的眼睛让我想起了太阳，所以眼睛会发光就行了。好好，都是猫眼。我不知道。哦，真的吗？好不，喂。其实这样好多人被困在这里。
对，先把这个带回去给他卡拉姆酒。Hello， 卡拉姆酒，你的妹妹来了。对，我没有，我还是没有笔。我的笔嘞？卡拉姆酒，你的妹妹。那幻想中的妹妹出现了，往后看，往后看，看到了吗？哎、欸，看到了吗？卡拉姆酒，阿鲁达，被困住在废墟中，漂浮的方块。都会变得很糟糕。你要先讲清楚是哪一种糟糕，我才可以知道是哪一种糟糕。好的，救世主 ，Just call me Nico， Nico Nico Nico。好 ，Nico， Go， 猫咪。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全部都是兽人的游戏。真的吗？哇！这个表情，这是一个为什么我这么弱的表情？为什么我这么弱的表情？心有不甘，为什么我这么弱的表情？笑死！你无视的东西看起来像怪物，这东西不像怪物，难道它像人类吗？你都不知道杀他杀了几百次了，我真的没想过这一点。家很大，楼下还有 7， 随意坐，想待就热待多久？羽毛会发光的羽毛。哦、oh, ，yes。太太，可是我看不到未来。你确定 ？Yes。我什么时候拿到毛线的？麦子，麦子，唉，开始有点胃痛了。哦不，哭啊！哎，这里有一本书，冬至礼物。所以你可以教我怎么读这本书吗？不行，他不能教我读书。我想读书，我第一次人生中第一次渴望读书。That's mine。他也是狐哦，我还也是会说话的狐狸，可恶！毛绒狐狸。只能吃鱼啊！
哇哦，玩什么猫啊？啊，你们就猫啊，我就猫。我可以用这个打扫一下吗？不行，先出去看看。哦，是一样的路。这好漂亮，嘿！你们就这么怕院子会怎样吗？你们家也太大太多了吧？一望无际。哦不，我要被推下去了！你们两个在那边困着我干什么？阵地是什么？也就是墓地了。你们朋友太厉害了吧？再玩到一个京都，我们今天就可以休息了。叮，鱼，哥哥怎么一起讲鱼？偷偷小路没有。熟头机器人，哎，你知道这我刚刚现在要去把太阳拿回来了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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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阳熄掉了。它拿起来就亮了耶！哟，它走了，好吧。我踩到了它的玉米。荆棘之路啊！现在我们太阳取回来，那我们找个好地方。对，真的是你明明就是电属性的 Nico， 你用什么来怕电？明明是猫咪电攻击。OK， 那我们再。这边今天玩两个小时的啊，感谢各位的观看，今天的进度先到这样好了，明天差不多的时候继续玩。你看我还是先走到一个好地方去存档，不然我就会忘记，我怕明天开游戏的时候我会忘记我要做什么。哇，总之我先走回到村庄我外头好了。OK， 那就先这边吧。这游戏发生直接关掉就好了吧？是，好方便啊。对，我桌面是 Asriel， 我想不到什么跟 CF 的桌面放了，所以，看来明天只好准备一个安全员的桌面了。所以各位，你们要 Big Shot 还是要 One Shot？ Big Shot。Do you want a big shot? OK， 那我看看去哪里好嘞？现在应该很多人在开台吧？我猜。OK， 那我们今天去托托那边吧。球团 ，Go Go。
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观看，那我们明天一样7点继续咯，拜拜。